你买点鸡蛋啦，也今天我呀。插花，插花，都插。有啊，包装嘞。我有看到了。哦，那个毛啊，哦，我卡新的卡出来了。嗯。咱们土鳖。那插起来毛啊哩。啊，这几张无食，你我无讲伊要烫开。我知，我嘛知，你若知是嘛要食。啊，我今日拢甲清清肠啊，你无看？伊就较安心啊。我看伊整起来就足水啊，呐，要整齐啊。哪个生囝的哦？不神奇哦，一层，你在那整个那个格那个丢出来，他个挂秋挂，他。起来起来其实，对于我跟你讲过这个唱法，
接下去了，尤其第一个部分，这部位我觉得基本部位做得非常好，他那个打仗的量他是犯的，他杀得过后，其实你看你说他就我自己也好，或者是你的其他国外的很多场设施，你看他是后来都是压，他是打后，所以他第一下去以后，其实他一受用他牺牲流那些表情在，我觉得非常我大家不好，如果不要有什么意外的话，你未来一定一番大作，真的强。我觉得佩君也真的不错，可能你有在跟其他唱歌。我不知道佩君真的这个感冒很严重，非常清楚。那我觉得今天我被激到了一点点。我觉得第一的部分今天也做得比以往好，虽然也是有一点点不足，这是没办法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情绪有做到。另外一个就是我很喜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像刚才郭老师讲这首歌的精髓，有一个地方是而孤独是什么，希望是什么，你今天的诠释方式，你的态度，我喜欢，不是